还是 Bogos。冷气又停掉了，还是什么？因为这个曲子啊，前奏啊是，你音群是这样，叮当当当噔噔噔噔叮当噔噔噔噔，是这样的。我上面写的和弦进行啊，就是哆发手哆，咪拉瑞手哆。前奏是这样的，和弦呢？我到了副歌旋律的时候，开始，大部分都是用对位法。旋律我们讲前奏当然是比较难一点了，就是这种那这些音群要知道，那个你们同学暂时不要去练它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旋律啊，那同学说，然后你不要弹那么复杂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你先从这个，你们弹的时候你就先从基本的，这你们会吗？对。
手，或者是说你把你会的这基本的弹好，哆，或者是你们的哆咪嗦这样，或者是用 stride 这你们最喜欢的。所以说你要左，基本上就是把左手几个招数，你们但是先从这个慢慢来，就是都像这样的stride new age， 或者对不对？另外一个这比较难，这样子。